天是巴黎的第二天，我们现在来 Bolter 的秀场，一个2017年创的很时髦的牌子，时髦精都会知道的品牌。台湾就是有一些选品店会进，应该都来看一下他们新的有什么东西。Delay 开始，终于进来秀场的，非常小的秀场，很迷你，很迷你。但很酷的是，可以看到模特儿要准备上台前的样子。原来真正的秀场在楼上，但是因为这场人太多了，拿到的是站票，所以有转播。刚看完 Bolter 的秀，看秀过程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秀场在二楼，然后我今天拿到的是站票，站票在一楼 ，Friends and Family 跟站票坐一楼看电视转播，所以但是同时有看到那个模特儿在后台排队准备上场，所以还是有亲眼这样子很简单的看到衣服，但是没有看到完整的全貌。但有一些 print 跟有一些衣服上的东西蛮有趣的。然后他们这一次有跟 Reebok 联名，那个鞋很符合现在的潮流趋势，蛮好看。我们今天除了看这场秀之外，最重要我们有三场地点要去，就是接下来的几个工作要去试衣。那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先去吃饭。那个就是一个品牌的。有人要吃生蚝了，赶快看。好的，我们谢谢这家店。我们现在呢，来到 Rains 公关公司的办公室来试妆。哇，蛮美的。So many showrooms. So much brand as well. Okay. 好的，我来试一下。等一下再看。这套是不是还不错？但我刚刚发现有点像锦蕾女装，好像就是。不，因为我觉得这里好，因为这里看起来、有点小气势，很亮。那一包配刚刚的背心。哎，这个你要不要配？这样有合理吗？等一下，这样有合理吗？偷偷。而且这个我一举手就跑出来。好，再试一下别的场。好看，这样配合蛮漂亮的。其实颜色很赞。颜色很赞啊，但是上衣我不是很确定，不够瘦吧？好像是不够。衣服不够大。对。衣服太小。是蛮好看的，可是裤子好大。而且我觉得这个上衣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很衬你的肤色，但它其实这边如果来宽一点，对，更帅。下面要宽。对，它有点太直筒，不然这配色蛮时髦。对，这材质蛮赞。对啊。怎么办呢？选不出来。这套颜色是比较时髦，阿甘那个是就是亮，就是我来走秀这样。啊，这套就是。平常、哦、我就是来看秀啊。哎、欸，可是这好像比较宽哎，你试试看。哎、欸，那也很好看。这裤子就是这种裤子。嗯。我看一下你戴这么紧。这是很时髦啊，明天如何？哎、欸，这也太帅了吧！好像这套比较不一样。那如果你再套上这个呢？半穿。对啊。蔡依林。要选一吧。他可能会觉得说，哦，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可是我这个，我今天晚上就不能吃东西。好，那大家就期待一下我们明天 Rance 到最后会选哪个 look 吧，期待一下。上捷运要去下一个 showroom， 好忙。今天有三个 showroom， 然后。抓紧。所以接下来要去哪一个秀？
接下来先去 K 位，然后 K 位结束之后，应该会去一下 Acne 的 presentation， 再去 Postmas， 点就可以收工了。这个啊是 Postmas 先生的彩色条纹哦，就这样。怎么了？那金粉味，我刚刚一下整个流了两公升的汗，因为我刚刚擦了一公分就踩到路面上的狗屎。是不是我们刚才聊屎聊太起劲？那个磁场啊，把那个屎都吸到我们这个团队了。我现在呸呸呸，给我滚，给我滚！等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手好像有点抖。好，没关系。好了，反正我们来到下一个 showroom 了。就这样。So I just pick whatever. Yes, yes. 明天是不是要穿这个？很像郭慧宁在跳印度舞。郭慧宁是谁？带咸蛋的郭。要继续走这个短板路线。哦，这个很亮耶。我觉得好像很可以耶。嗯，还不错。配这种工作裤啊，我可能会配。我觉得粉红色很赞。好，反正 K 位呢，很知名的就是这些这种。防风的外套，就他们的厉害的外套，随便去哪里穿都还蛮适合。然后他们色系都比较可爱。So everything is large. Large or small? Medium. Okay. Extra large. Yeah. But I'm too. If you want to wear like oversized. Right. 小的就有这个。可是我觉得黑色超级一般。是瑞芳高中。又是另外一个高中。That's your skin. Oh, really? Oh. So it's an outerwear. Yeah, it's a rain print. This is very good. Okay. Let's try it. This color is good. Yes. This color is more...也是没有货的风格。哦，对了，这我觉得这拍起来也比较亮眼。嗯。然后刚刚那个配色，我觉得比较像刚刚 Red 的他那种，就是优雅。我觉得这还不错。Yeah, nice work today. Thank you. Ciao. Bye. Bye. Bye.丹宁本来就是他们一直很 focus 的布料，然后他用了提花的技术，把 Acne Studios 的字样放在布料上面，还蛮有趣的，给大家看一下。就像这样，因为它是提花的，所以是有一点点凹凸面的，还蛮特别的，就有一些拼接，也蛮像这个，也是现在时下少女最喜欢的风格，然后还有一些小镜子，非常的可爱。你是不是已经心动？这个超可爱的，就是它这个链条很赞，然后又这样歪歪斜斜，这个非常好看，我预估就是会大卖，这个很好看耶，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拿出来，没脚才要有钱，可以再去看一下衣服，这个鞋子超级 Q， 超级好看的，这个很赞。然后他们家的球鞋一直以来都蛮好穿的，然后这次有出一点不一样的形状，这双也挺赞。比较特别的有这种印花，他们找了别的艺术家合作，然后特别是他用了很金属感的样子，一样有很多丹宁的元素在。然后这就是刚才那块布料变成长，这个还是超辣的这种。很像以前会出现的款式，但它这一次呢是用印的方式把这些图案放在布料上面，然后也有一些比较颜色没有那么多实穿的款式，这也很像早期小时候会看到，可能那个文具盒、铅笔盒上会有的，这就很适合我哎、欸。辣，这是这一次这一季新款的包包，造型是一个这样类合上包的感觉，重点是这个。
它这个金属光做的超早期的，就是现在都会流行以前的东西，很可爱这个。炸甜甜圈，好好吃。你要不要去吃炸？它有点柠檬的味道，好吃。我们刚结束 Acme Studio 这一次所有的新品，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三个人都非常喜欢，就很多还蛮值得入手的单品。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了，已经疲累累了。这里有写，大概就把它买一下了。靠，里面也超大。第一个知道我是谁的，是一个牙医，想说，哎，那个怎么还没来？牙医的姓氏吗？剩下一个还没出现。对。Oh really? Oh perfect. Just in time for the show. All right. 这边超赞的矮个的天堂，因为他们还有彩虹在这里，就是西装世家，就是这套一定要穿西装，因为是 postman。This pattern is very nice.Is there anything I can go under with? Take these first. Yeah. I can. Yeah. Okay. The iPhone is so perfect. Oh, nightmare. But it's a lot of holes. This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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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good.But actually, the waist hair is a little bit tight. I'm not going to eat dinner. Seriously. Can you find me some shoes? Yeah, of course. What size? What if we just go with the very casual? Yeah, this way? Yeah? Let me try if I can sit down. Yeah. I have to hold my breath. Like, long time. It's a little bit too long. Yeah. But it does. It does. Do you want to try it with the belt? Yeah.On the left, see you.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去逛街。好的，请不要再拍我了，我下班。不瞒二位所说，你怎么跟我想的开头是一样？这间其实我们俩已经来过了。到的第一天，第一天就是还很六神无主的时候，然后只想要大睡觉的时候，但是又很饿，就只好在饭店附近找了这间。然后那天吃觉得还不错，那天有点害怕，因为一进来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后来来超多人，赶快啊，你赶快吃你那个，那看起来是一些骰子牛哎，你觉得吗？很像骰子牛啊，大概。半小时就吃完，所有都吃完了，因为真的很好吃。在法国也不太好找到好吃的泰式，这间真的是赞。好的，现在8:30，然后明天10:00的秀，怎么知道排10:00？就是明天要很早起来。你要几点起来？最晚6:30。Friends 是花了多少钱跟天空买广告？我真的要疯掉了！早上10:00的秀，现在9:50，下大雨，前几天都晴空万里哦。就是 Friends 的广告效果。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刚好又是一个不远不近，最快的方式是走路，全身湿哒哒。好啊，反正就赶快进去吧。这里面超级酷的。
超像一个废墟。我们先去看一下整个环境吧，超酷。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而且因为是 rains 的关系，我觉得他们有特别找那种感觉会漏水的地方，然后一直用一些水声的那个声光效果。结束了，大 delay 好像 delay 了四五十分钟才开始，但我觉得整体很不一样，就比我想象中的 rains 更创新。虽然说那些是秀款，可能不见得会买，但是有看到设计师新的想法，然后有很多套沙色的感觉，很适合去沙丘那个拍沙丘的时候可以穿。秀场的那个布置，我觉得算是简洁有力，就是透过灯光的打造那个呼吸感。今天的修路是一个从来没有穿过的样子，然后因为身高的关系，所以要穿一些女装出来，来让整个腰线看起来比较高。然后颜色的搭配就是，也是过往没有试过，一些看似跳痛，但其实是蛮和谐的颜色搭配。然后配上一些那个最近不知道过时了没的那个 Y2K 风，这个啊，我说这个啊，就是这个戴法。因为这个在两年前，我怕，因为我就是比较少在读过，那我就是终于在这个风潮盛行两年之后，开始在巴黎尝试，然后搭配一些就是这种刺猬头，那我有自己小变形一下，因为我的头发有自然卷，就是要让它自己随便生长，没有办法让它太刻意，但也是有一种不经意的随性感。风刷，我刚才已经睡了一场觉。现在呢，要去另外一场 K 位的活动，怎么样？那个动作，对，显老派。对，显老派。卡姑嫩 Q。反正呢，刚才 Gil 在问我说，愿不愿意穿这样在台湾？我说当然愿意啊。他说那可以每天都是这样吗？我说怎么可能？就是战袍等级的，怎么可能每天都穿战袍？那我其他那些比较朴素优雅气质风是这样？你要我舍去我自己吗？这是不同的。你为什么要边讲边喷定型？你拍这个怪人，你好怪，你真的好怪。我想说还没 ready， 这样比较有效率。好怪，每天穿又不能当战袍，每天穿就是日常。对啊，就是说你要天空跟做战袍。可是那这样它就会变成我的日常啊。那当我需要战袍的时候，我是要怎样穿肉胎装啊？连身的芭蕾舞者的。对啊。哎，其实怎么样？我穿的很时髦，有很吗？你说你现在吗？对。这一段我觉得应该不能剪。这段是不能剪，但我只是想跟你讨论。嘉桦，你觉得这样吗？还是还好？不，那看得出来是生理男吗？可以。如果每天穿战袍就……对，每天穿战袍就会变成……那这样就失去了那个特色啦。就觉得说啊，你有需要这样吗？你懂吗？就想说，我们今天不过就是朋友聚餐，你干嘛、啊？哎、欸，其实我觉得你这套很适合拿这个，然后拿着镜子，然后变走。那看我今天是什么风格吗？从我的背影，你走一下我看。女强人风，港姐风，很多那个香港的阿姐都会这样，很利落，很干练，然后剪一个超短的短发，这就是我今天的路线。现在呢，要去 Postmas 的秀场，这一场也是我非常期待的。
因为以前我也跟品牌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可以看到品牌的秀，应该也会看到 Paul Smith 爷爷，所以蛮兴奋的。今天是我们巴黎时装周的最后一天，然后也是最忙碌的一天，总共会有5场的活动要参加，辛苦，保姆很辛苦，3套衣服在里面，还有一双鞋，我的肩膀要断，一直抱怨。快速带大家看一下秀场，就是也是有很多颜色在里面，也是有分区。我在狂喜，很开心。刚看完 Paul Smith 的秀，然后秀后居然有跟爷爷自拍，超可爱。他真的是一个生活中充满很多恐惧的人。刚才我跟他合照的时候，他还把我眼睛这样遮起来，人生无憾的。因为我认识就是英国品牌方的人，所以有刚聊了一下天，大家也都觉得这次的秀的东西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有很多的印花，然后这次的印花比例非常的少，大部分都是素色，然后很实穿，但是剪裁啊轮廓变得比较不一样，然后有很多很可爱的短裤，还有裤子也没有真的短裤，真的有很多很可爱的短裤，就很好看，而且男模非常的帅，非常的模特，我真的要疯掉，很会选，每个人头发弄得超乱，很像那种英国刚睡醒的小屁孩，对，然后他也坏坏的感觉，对，不能说人家小屁孩，就很像英国刚睡醒的小伙子，然后就是哦，我没事，我今天就是来整个秀，这边怎么没上车啊？上车啊？不是啊，你怎么跟我们打不同台？啊，我想说你们上车啊。刚刚太急，很好笑。我们刚才因为太急了上不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哎，你嘞？然后就看到你在那个，你挤在那个车厢的玻璃上，然后这样就这样开过去，就太好笑。现在要前往下一场秀，刚才在餐厅换好了衣服，好像也是一个蛮远的地方。打起精神来，跟自己喊话。我们现在要去 Coachella 的秀场，它比较远，要搭一个没有搭过的火车系。嗯，但我们今天是买 day pass， 所以它那个好像可以涵盖什么？好像在某一区内都还是可以使用的，这也可以。在前面。这个我有搭过一次，它这个很特别，是双层，到时候大家去选它的那口好深。里面也是点远，而且马上就开车了，欸，我们来坐一下嘛。刚进来很热，我们刚才在大太阳底下曝晒了15分钟，整个人要晒干。等一下是在一个类似船，它的那个秀场呢是有点类似在甲板上，所以等一下又要晒太阳。不幸又 delay 的话，就是会很可怕，就大家会晒成人干。但没关系，我们还是先上去看一下这次的场地。真的就是在
里面有游泳池，这感觉平时来游还蛮爽的。妈妈咪呀、啊！刚刚的秀场，我们坐在太阳在这儿，我坐在这儿，但是狂晒，晒到我现在有点头昏脑花，头昏眼花。今天倒数第二，我们又要回到东京宫了。非常的奔波，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要包车。如果他每天的行程都这么的满档的话，真的是需要包车。累得像条狗。刚刚是一个表演。我们来到东京宫附近了，因为距离秀开始还有至少45分钟，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学乖了，就是表定6点半，我们就是6点半赛道就好了，不然真的是在里面干等半小时。因为现在太热，加上我们刚才晒很多太阳，必须来喝一点凉爽的玩意儿。结果我们在这边等了超级久，想说原本以为会很快，来喝一喝，因为我们变成很赶。倒数第二场，我是看韩国设计师品牌松子有30周年大秀。刚进来，因为第一次来东京宫看秀，莫名的感觉好大，然后很不一样。我们之前好像没有在这么大的场地过，对吧？哦，有点像在博物馆、美术馆里面的那种。很期待，很期待设计师30周年的作品。对，卖好多了。看完了，从东京宫看铁塔很赞哎，刚好今天天气超好的，值得。忙到已经不知道在干嘛了。现在7点钟，天还很亮，今天特别亮的感觉，因为他们好像已经进入很夏天了。要先回饭店换一下衣服，换完衣服之后呢，要去本次时装周的最后一场活动，在遥远的地方。而且我今天穿皮裤啊。里面全部都是汗，都已经粘在一起，就这里面都一直这样扒着我的肌肤。回去换衣服充电，就去红底鞋的派对。米拉桑，本次时装周最后一场活动是红底鞋，我们现在到了活动的场地，在7楼，蛮特别。里面很可爱耶，连地毯都有他们的活动的 logo。